I don't know, he wanted to meet with us today. 就很适合做那种换衣服的 reel，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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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其实我是蛮想吐槽一下多伦多的天气的，最近真的就是巨冷。我其实是比较想要 spring 的那种感觉，草坪 sky。这么潦草的图你们看得明白吗？我现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一步我们的 outfits 的准备。开会了，是我的新的 Herman Miller chair， 用了快两周了，真的有差。特别是长时间坐在这里剪辑不动的时候，就感觉背后衣特别透气，它那个网格的感觉，然后冰冰凉凉的，所以就很减轻一直坐在这里剪辑那种疲惫感吧。二呢，就是它真的是按照人体的结构做的这个椅子。我平时一坐剪辑就是从下午一点钟吃完饭一直剪到可能晚饭，就六点站都不站起来，尿尿都憋屈的那种。换了这个椅子以后，明显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就以前我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要这样 twist 一下，现在就好像减轻好多那种腰部脊椎那边的疲惫感。Amazing， 它是那个最有名的这一把 Aeron Base Mineral Satin Aluminum Size B。 对了，它有分 ABC， 然后是根据身高跟体重。我买的颜色好看，这样子不会显。你一定要像我现在这样，就是把它推进去，然后这样子用，知道吗？不能这样子， then it's not helping。 说是这个地方没法让你做成这样，因为它会卡住。做这一把椅子它一定要做得很正经。Hi, can you hear me? It starts from your jaw like this. You go down, and then you do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other hand, and then you massage up.Came on the side, make you laugh to know it. That's the stuff that I love, lov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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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We can be friends if you wanna. We can just talk if you want. 好阴啊，阴天又冷，8度。今天我们本来要开会的内容呢，因为前面在做气垫的视频，有一些评分，就很多打分的地方，那个视频我感觉打的不是特别精准，所以又重新做了一下那些新星出来的东西，花了很长时间。我回家的时候已经晚上9:30了，所以只能明天去讨论这个我们 real 的这个想法。我现在准备快速的洗个澡，护个肤，气垫的视频上传到 B 站和 YouTube。Schedule for tomorrow。Fatona， 我刚做完 Fatona， 今天是 Fatona 玩的第三天，说是还要再等几天才会见到这个有一些些小提拉的效果。等我们拍 real 的那一天，好好化一个妆再给大家看。我需要做的就是每天敷3张面膜。然后我并没有做到，因为我发现没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素着颜，工作的原因嘛，所以经常需要至少有底妆在。 Fatona 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所以我要好好的做护肤，比较没有太刺激的产品，像 La Mer 这一瓶 The Treatment Lotion， 这是我第二次用哦，第一次用的时候是很多年前了，印象中挺好用的，很温和的给你修复。这个是我最近在新用的一个 eye serum， 目前初步的感觉就是它对于眼下滋润还不错，黑眼圈有提亮一点点。最后还有个 lip balm。OK， 没有问题。每次做完粉底液视频都超累的，就是想睡觉，别的啥也不想。
现在把面膜洗掉，然后最后一步晚上就可以睡觉了。 yes. 这个白金的，最近我对 Estee Lauder 整个感觉都非常好，它的气垫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美好的印记，很滑， soft like a fairy ball. Net Rub SS， 我们所有的护肤都要往上推，因为脸要往上挤。整完了可以睡觉。这一声呼，昨天晚上3:02打得快抽过去了，我感觉我要挂了。So， 平时打呼的声音。来，我们看看今天练什么。他们发好多 story 呀。OK， 这个开始。正好一个小时，做一下治疗盆骨前倾的一些动作。我的腰这里会有一个自然的凹，可以放一个手吗？后背都贴在地毯上，抱着膝盖，要感受到你的腰每一个缝隙都是被你填满的。有了小孩以后，好像就一直没有就是好好的去把它改善过来。我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因为抱小孩这个抱字，看哈，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就非常健康，然后腹部往里缩这样的状态的话，我是这样子站着的，小孩他就会往下掉，他整个就像一只考拉一样很无助，要掉下去的，他需要这样子抓着我很紧才能不掉下去，还要奋力往上，所以呢，就导致了妇女在抱小孩子的时候，必须要肚子往前这样子一挺，那他就不会往下掉了，就是你，是这样吗？听到。 Sleeper 他们家的睡衣，查理可以穿露肩的风格。它材质是这种，就是 linen， 也就是亚麻布，所以现在这个季节穿在身上，感觉又透气。而且质感看上去很好，我好喜欢他们家这个袋子啊，就是做的超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布是干什么的呀？袖子可以再长一点。182 light brown， 这颜色真的超好看的。先上这个颜色在我嘴巴上，然后你要等它成膜了以后再用这一边。可以穿玻璃唇，好看吗？这个颜色 ，Let's go。有一个冰柱哎，其实也就是春天的体感，然后有一艘艘1%正在化雪的时候那种凉意吹在身上，但不是那种冬天的冷。那今天是周三，我希望呢周四或者是周五有一天像今天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咱们就能把这个 reel 给拍完了，不能是那种忽明忽暗。对，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敲定这个哪一天拍就是一共几个 outfit， 剪辑可不可以做到，以及 location 在哪里，还有一些设计的一些动作，就是道具，哎，一个 LA girl， 然后她可能拿着是一杯冰可乐走在路上。太阳真好，蓝的天空白白的。哎呦！这个图卡倒吗？要，看看，就这种，这能做到吗？姐姐，可以。你知道这一竖条都是我的话，有3组，天上拍。比如说一共5套，然后每一个 outfit 代表一个地方的季节。糯米饭，走到镜头面前插一个刚的，就是其他的都两个拍菜，两个花，两个拍菜，然后咱俩在烤上一起吃。哦。
我们今天呢把周五的 Rio 的脚本给敲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周五去拍咯。 Rio 你看我们现在感觉像是冬天的衣服，有没有？怎么是穿这么多呢？多人多是神经病啊。哦，你看这次骑的好溜啊，就比第一次骑的好多了。手酸了吗？我们卡住了。妈妈，这不对呀、啊。左，右。哎 ，afternoon shooting 开始了。啊！为什么要拍的这么慢？你要带这个吗？看，我们是一样的。你要带这个吗？带卡子。带一个卡子吗？真进去了，拍一下你的大头照，那你的漂亮照片。我也甩一下。都忘了你们在这儿，我们拍完啦。嗯，我把查理这张拍得很像基地，像不像？挡住这边侧脸。看查理有一个表情一直会固定在这儿，固定了大概十张，然后逐渐不行。但是4:30，我们今天拍完了，提早下班了。明天呢，我们就要去拍那个 real 了，所以今天我会把后面的衣服开始搭好，装箱拿走，准备好。明天呢，我们是准备早上9:00-10:00吧，就从家里出门，然后就开始拍摄我们的 real。Honestly, I don't know who the fuck to trust. Is he my friend or my foe? I'm a exit bro. Yeah, she give me that claim as well. I remember back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happy. Now they feel like no one understand me. I'm good at artists, silly, I'm Bobby Bambi. Baby's yellow taxi. She wanna eat me like candy. Run up the racks, track me. I'll run up the racks like an athlete. Charlie, 我下班了。我们来玩吧 ，Charlie。你看，这是烂了的香蕉，上面有点黑花黑的地方。哪一根香蕉是最好的？这根香蕉。Yeah. 啊，我切一半，来，这一半给你，这一半给我。这是狗狗呢，看它的尾巴。不是，这是 monkey 的尾巴，也是长着尖尖。Oh yeah, you're right. 但是我觉得它长得很像 pug。Doggy. Doggy, what's this? 啊？这是吸尘器。吸尘器。嗯来，把你书还原 ，Charlie。它是从哪来的？还原到哪里去？妈妈是在那个桌上的，你看见没有？哦，那就放回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好，准备食材。等一下啊，你站在那别动，我去拿我手机。OK。妈妈，我想要帮你拿啥呀？要拿低筋面粉。这里吧，看来这是不是低筋面粉？嗯，真是啊。Look at the 小瓢根。Look at the 小瓢根。现在是多少？零。这是八。零啊。这是59，要到80。六。Yeah， OK， 再放一点点，比刚刚少一些啊。那太少了。好吃的，一颗全蛋，两个蛋黄，20克细沙糖。OK， 来收尾。Wow, look at that, so cool. Here I come. So easy. 我想要这一片。大的这个，嗯，哦 ，snake， 烫吗？好干。
我从相机里看着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睡觉穿成这种很花哨的东西。你们平时睡觉是喜欢睡床的中间还是左边还是右边？我呢其实是喜欢睡中间的，但是因为我睡中间的话就会正对着我们洗手间的门，我会觉得好像风水不是很好。之前我看了几集 Mouse 李胜基演的那个剧，我就老觉得会有人从里头走出来把我杀了那种。哦，那个剧真的还蛮好看的。天气晴一度，通常拍服饰它不像是拍美妆视频的时候需要就是妆效精致精致。首先妆前我用的是娇兰的这个，我感觉这个就还蛮有提亮效果的。室外拍嘛，所以我会用一个稍微持久一点点的。底妆要怎么套你知道吗？你用手把它推开以后再涂匀会更自然。 Gingerly 最近出来一个 NARS 的这个还蛮好用的，叫 Luminator，就是这一个眼袖就还蛮美的。但头发差超多的，给你们看个对比啊，这个是我弄过头发那一天，风吹来它就是随意的自由的，如果我没有弄头发就这一天每一根头发很硬，然后就很死板吧，就是毫无生机。我最近弄头发呢用的是这个潘婷的胶囊精油，它是这样子一个个的小胶囊，然后它可以干发湿发两用，然后轻轻的倒出来就好了。这就是它的精油，哇，这精油是我用过精油里真的属于超级细腻的。这样的按摩我非常喜欢它的渗透性，普通的油啊都会有一个等待吸收的过程，它就真的不太需要等，是不是它就吸收了？它是属于那种每根头发看起来非常透并且发丝还是根根分明的。好啦 Good morning。 你到了拍摄地点，先 location scout 一下。哈利波特的密室里的蛇 This location。 你站在那个上面这样我站在火焰杯的旁边何必呢，你架三脚架不就好了吗？也对这个角度正好光在这一边。对啊 location 这里，走到那儿然后一下，然后在这里稍微往后点吧，有影子。你得走两步，我想跟你说走两步，然后这个戴上。这样走是吗？然后换旁边有人，我已经换完了，休息一下。这套我穿了我最喜欢的斑马裤，还写了一个九元航空。Let's go, last outfit, 三亚。拍完喽，看他们在拍奇怪的照片。今天真的特别冷，别看太阳好，贼冷贼冷。